啊，福建歌后哦，每一个人我讲了，每一个人都欣赏一个人哦，在歌台我很欣赏他的歌声，而且他出了 CD 古尼哦，出了这 CD 卖个满堂红，破了纪录，一个月内都卖六七千碟，马来西亚还有外面的市场还没有算，好不好？来个掌声，给我们的福建门龙俊龙先生，谢谢。我唱小歌，我唱小歌，我无骗你，考你的功力，我那时我唱小歌，王鼎昌本叫我去唱一听，哎呦，王鼎昌应该是十年都冻了，我都会冻了。